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因为现在啊，其实像比如说像儒雅，我们那个教发中心要办活动，请问你会不会拍照？会嘛？因为拍照留纪念，这样才可以申请费用。但是重点是你要不要有成果？有照片的成果是一种方法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也我们不能说主管要求的那个，但是我们研习过程面就可以把影片做好了。主管可能会觉得，嗯，你以后越来越厉害的哦，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，这个呢是华硕的一个叫 mini movie， 好，那跟它很雷同的，也许各位可能有听过，像什么小影有没有？哎，就雷同了哈，就雷同。不过现在小影是按月付了哈，比较贵一点。好，你看我们就点进去，看你要哪一个。好，我就来这边，把它刚刚的，我看一下它拍在哪里，好像在这边。好，这里有对不对？你就把你觉得你需要的画面就勾一勾吧。好，好了，我选好了，我就下一步。这样有不小心就做好了吗？哈？啊，那个风格不太喜欢哈，我们换一个。好，有没有看到范本？范本？范本？这样有很过分吗？就上课就做好了，研习进行中就马上就做好了。那你不喜欢？好，那个音乐可以改一下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哪一个你比较喜欢的。哦，先听看看。这个我看一下时代秀有没有节奏比较轻快的，好像这个 romantic 的，好，你要浪漫一点的，对不对？你还可以编辑嘛，那应该要打个字，打个标题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就可以把你的标题啦、字幕啦那些，你就把它加进去啊。这样上面好，这个好，等一下马上上面就变了。那好了之后，我们就最后就把它输出啊。就分享出去了。那我喜欢华硕这个是因为它有个好处哈，就是你如果真的把它储存下来，就做好了，做好你把它储存下来，中正大学研习活动花絮啊，自动标点符号不是打完了吗？哎，你要在手机上用打的哈，我这样会太快吗？啊，好了就好了哈、啊。哦，所以我们会像这样准备好，你就可以把它储存起来。看你是要直接分享出去，还是就是直接把它储存都可以。好，那影片就做好。那华硕这个好处是什么？就是你可以输出，就是没有浮水印的。像小影的是一定有浮水印嘛？好，那它有两种选择啊，就是你看一下广告，好像是大概10秒钟的广告，你就可以有无浮水印的。啊，如果你不要看广告，那你就是有浮水印的。反正现在不是要你付钱，就是看广告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看你啦，看你觉得需要如何。这样有没有感觉到范本 威力惊人？可以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到处都在用范本，好，都在用范本。可是呢，你只要知道了一些，其实一些这些资讯之后，我们待会再做，你就发现哦，原来可以快很多，可以快很多。这样了解？还是你觉得我去慢慢学习那个影片剪接比较有成就感 ？OK 了哈，好。